总共有10个金币，对。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分配说在谁那边比较冷？一人至少都要2颗，对，所以就是剩下的最后的2颗。这样，然后谁再多1颗，或2颗，对，压在同一个人对。我是在贵节目，似乎有追求女王的想法。但是如果你会玩的话，你至少把这10颗。我不会玩重点，我那次是歪打正着呢，我是排好，我那次运气好。有没有信心？我真的不会玩这个啦，我真的不要给你了。没有，这个太难了啦。先给2颗，谢谢。我想说要发那个 Nico。不行啊！帮你们对。不要，好搞笑，好搞笑。我比较好笑，我当学习，我比较适合当学习，我比较效果比较好。我先跪一下，拜一下山神。哎，我们都赶紧拜！我要呼吸。他们四个人都跪了，他们四个人都跪了。拜托祖灵。好，两位第一棒，请准备。哎呦！我摇，哎呦！好，我们没有讲好的分配方式，请摇骰。好，摆定，我们机器拍一下这边。好的。其实我不会玩锤子。不会。哇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这边先喊。三个三。三三是个好女孩。三个六。三四个六，五六，毫不犹豫喊到四个六。五个五，抓。五个五，抓。五个五，五个五，你要抓他。抓，要抓的要先开。五个五，你有几个呢？没有。碎。他四个。五个六。五个六就赢了，应该还有五个六，对，没有错。三个，你不会喊，你要赌那么大？三个，我们多。两个，他们也三个，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他们就三个，第二棒。你看到吗？还好黑队是2颗，我不会玩。啊，真的吗？我们刚临时教他了。好。因为我剪刀石头布，他超会，他什么会？他唯一赢过我的就他。哦，他超会，运气好。四个，但没有。我去死了！我去死了！我被人家夺走！我剪刀石头布，布，布，好，请摇骰，这边前看。好，可以。小心不要被看到啊！好的，黄队，混头了。先喊，你准备好了？2个1，两个一喊掉，哦，没有一了。那两个，我也不会喊出手这么狠，2个1，很强哎。那2个3，2个3，你看着我，就看着你的，你可以看着看着，你有的，你看。哎，你不要被他看到。对。脑中没有什么概念哎，那就3个6。3个6，那我就3个6啊。我这一局这哦很满，3个6，3个6等着喊顶。那4个3，4个3，抓，抓，没有3，没有3，我2个3，水，3，哇！我这可能是乱拳呢，乱赢呢。他一个，没有一个很掉啦。六很难开耶，3个6有点难。3个6我开不了哎。3个6抓，他也是有六块。他一个，那可是一就不算了。对啊，他一个6哎，差一点点。这个是全网哎，肯定很多吧？2颗，哎呦，2颗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哎，3颗，我3颗，哦，你3颗啊，这么软的3颗啊，第三棒，好，第三棒，好，终于喊到了，不用不用摇太久，好，先猜拳，先猜拳，先猜拳，来来，先猜拳，剪刀石头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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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这边先喊，可以看一下你是，哎呦喂呀，哇，这一局难喊，这一局难，来。2个1，
一又把一喊掉，一就不能 be anyone 了。OK。两个一。三个三。三个三。不是有三个数字。三个四。四。四个四。四个四。五个四。抓。走。没有事。对，没有事。啊，你把一喊掉。人就要抓，刚刚就可以抓了。刚刚就其实四个四就应该抓。四个四也是个四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什么没关系？关系很大。没了，没了。对，他四颗，可以三颗。我也以为贪财贪财贪财，啊，口豆，对吧 ？X 因子，来清腰闪，好好猜拳，不要死哦，不，你先喊，两个二，三个三，三个三，三个五。两个三个三三个五，四个三，四个三，抓哎，四个三，四个三，抓哎，哎他还弄的挺快，他没三，就这样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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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